白兰呢？你为什么可以在地底下打我啦？卑鄙的家伙！好，至少我们知道了，至少我倒在一个我一般到不了的地方。现在知道怎么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八成要再死一次。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武器要修了，待会儿找到一个安全的点去修一下武器。走开啦！这里要怎么过去嘞？然后不会被炸到？这样子，有没有精锐的翻滚？精锐的翻滚，每一步都是。有想过才前进，这笨狗最可怕，笨狗是唯一一个有机会把我干死。刚刚那大锤人是不是自己掉下去？刚刚大锤人是不是自己掉下去？最蠢的种。进去找你，下一位，这样砸到，怎么砸的？哦，看到灵魂了。不，不能下楼啦！这样会不会掉下来啊？他，想一下，上楼会不会遇到他啊？不要好了。我应该杀死这一只吗？还是我应该愿意跳那个？我先去跳一下那个好了。我过进度应该算快的吧，以我的游玩时速。地下强敌打得过，有机会掉不错的剑。他开玩笑，待会一定屌虐他。等我先找到那个地方。啊，干，来不及。行，还行。嗯，很小啊，Ah, don't disappear like that. You have me downright worried. Thanks to you, an epiphany has struck me square in the head. I've unraveled the riddle of this inscrutable lift. 啥？前面有一只很大只的怪。我只能这样下来啦。无解。No.
哦呦！但是网球太可怕了吧？你不要挡在那边啊！走开啊！我操！狮吼功最凶哎！那，Oh my god！ 我好强啊！Must put our duties first. But for the moment, we've a toast to make. 杰克的酒。To your valor. 我们再喝一下。与大太阳同在。喝一下，干杯！我喝完了，已经喝完了吗？太快了吧。The only thing to do, really, after a nice toast. 爽，赢了。开玩笑、啊，我觉得我有点强哎，真的是有天分。不走，所以我现在在哪里啊？我要怎么回去啊？我要杀钢之啊！这游戏不就是把所有看到的人都杀了吗？返回古片，他叫我用返回古片返回去的是不是？不要啊！我要找篝火，然后我要找。我怎么把那只王给杀了？嘟嘟嘟嘟嘟嘟嘟！这篝火没办法，一定要插剑人走。大型棍棒，这里有机会走得回去吗？那是那个门吗？哎、欸，在楼下。哇，在楼下，不知道怎么过去的。这里感觉应该有一个门。楼下吗？感觉都是峭壁。哦，我魂超多哎、欸，12000哎、欸，我现在死掉我一定会哭出来。千万不能死！红虫药丸，简装，简装，什么什么先简装？我们都该把该剪的都剪了。我有什么错过的吗？我这样问比较实际。我没有感受到我有什么错过的。哦，楼上有东西。不对，不是这样跳，我突然忘记。嗯，怎么跳不上去？但是北方长一套，北方长沙小一套。
八千的舌头一个，八千的舌头就是我们要的装备吧？我知道了，很明显，八千的舌头是我们要的装备。北方铠甲，这样变好重、啊。北方长裤，再穿一个北方手套。哦，我变好慢，走路还有声音，最雷。好啦，这样看起来我都不会再死掉了，这魂轻松可以保存住了。一万二，好了，我们该回家了。这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怎么看起来没地方可以去了？他的用意是要我们用那个返回骨片返回吗？还是跳楼自杀？不对，跳楼自杀一定不是这个选，不是这个选项，绝对不是跳楼自杀。睡着了？睡醒了吗？睡着了？看起来应该是几天没看，蓝猫跑了很多进度，没啊，我什么，我才什么都没过，感觉我什么都没过，而且我觉得我什么天气，感觉我是感觉我能去的都去了、啊，房子上去了，哦，有想法。刚不上来过，是右转吧？哎呦！哎呦！是怪，是怪！吓死我了。是英明，怎么能被你们这些笨狗杀掉？哎呦！哎呦！真是垃圾耶！耶！大便，大便！怪，为什么打不痛啊？恶心死了！人松子，白痴，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不要！太雷了吧！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篝火啊！我的一万二，我的一万二，还来我的一万二！
那边是正确的走，正确的路线吗？觉得为什么有中文呢？这种你应该去尝试 Google 一下，因为只要去查，不管是巴哈姆特版还是 Xbox 版，都可以轻松查到问题，就不要再问了。问问题之前，先有个习惯是自己去查。好吗？好吗？好。你就是要问我，好吧？那我只能跟你讲说，因为你可以用 Xbox 在日本买，然后再转区回台湾，根据 Xbox 的 bug， 所以你就可以有中文了。懒猫人好好哦，啊，就一定要问我咩？我就想要从你这边得到答案。好，我就偏不要告诉他。感觉找到他了吗？别！我的伊万诺在前面等我。No！ 拜。哎，我脸突然变白嘞，小白脸。可是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篝火在哪边哦？找不到篝火。亲你妈驴，蝌蚪，别乱讲话，蝌蚪。你现在可是没有干爹之力哦，你前面没有那个猫掌哦，乱讲话小心被 ban。 哎，我又回来了。一万二在哪儿？洋葱人不见了，一万二，笨狗，小笨狗，耶，一万二，这两只要怎么办呢、啊？有办法直接指引到一只吗？比如说，干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吧，要一次调两只。
摩斯哥过来哦，摩斯，我总过来啦。这种怪可以被吃吗？可以。嗯啊，爽啊！有没有舒爽？换我爽。爽哦，爽哦，爽哦！有没有爽？戳戳戳戳，那再不运动啊，两个月前不是说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运动房，再不动啊，柔灵戒指，装备重量越轻，攻击力越高。所以我攻击力有变强吗？看一下，我现在攻击力没有感受到它变强，是什么原因？哦，没有变强。不够轻，没有变强，更轻更快。哎、欸，啊、这里耶，我又迷路了，捡到了个佛灵戒指。哦，这。这这一死掉可不是开玩笑的咯。返回骨片。嗯，哎呦，这是哪？哎呦，看，想骗我，这跳下去一定死了。这要怎么下去啊？要怎么下去啊？不能只用返回骨片吧？骗我！一定有下去的办法啊！跳过去吗？跳过去会被掉半条血，然后就死掉，然后我再重过来，再走过来，然后。累到飞起来！我知道对面有木板啊！你说那个小小的木板嘛，斜的嘛，三根木柱嘛。重点是我现在跳下去，真的不会掉，真的不会掉血吗？我现在只有半条血，我知道这样一定会摔伤啊，只是会不会摔那么多而已啊。喝水，没水了啦！好啦，冲！哎呦，这样还行。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绿花戒指，
米勒仓库被米勒提升精力的恢复速度。米勒有没有比较轻啊？有诶，轻很多，可是抵抗力也少很多。米勒没有头盔。哎呦，哎呦，很厉害。真的他妈要摔死我跟你讲。就回到这边啦，这门还是打不开啊，无解。好啦，就返回古片一趟吧。返回古片，走错路，我走错路，真的假的？我刚刚走错路吗？刚刚那条不是正确路吗？没关系，我先回来一趟。Welcome home, speak then. Very well. Then touch the dark hidden. Let these souls.卖七星石碎片吗？没有哎、欸。Ashen One， 那你有卖吗？十变武器到底有没有用啊？熟练，耐久度变高。Be careful. Oh, and heavens, thank you. Now, I'm not surprised, though. Almost relieved, really. You can keep the ring as well, a little trinket of thanks.他看起来难过哎，他看起来难过到不行。怎样？我也好难过。Goodbye。Ah, Hamia。杰克的酒，哦，回血的东西耶，火属性抗性。看一下我下一次升级需要多少。我下一次升级需要3900，体力13，然后我现在闭嘴啦！我现在重量多少？61%，好重哦！我要升到至少要升10级耶，这太重了吧！
们要两个选择，一去打好，我们去打那个，我们去打那只狗，我们去打那只狗，打完那只狗以后再回头去找刚刚那个所谓的正确的路，好不好？这样子的话就 OK 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两边都能够解到，因为现在问题就是假如我们去找那个正确的路的话，我们很容易